妹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有位大哥想找你要块牌子，他说最近财运不好。财运不好，那也给我安排一个山水牌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大哥说400块钱以内的就可以了。走去找找看。帅哥，你这个料什么价？就这个小玩意儿值1200吗？你这个有种水的。你这种很明显，一眼我看就是不够细腻的种。那你看多少？100。100块就别看了，算了。今天你看这下雨天连个人都没有的，你还给我乱开价。我一次都给不到。那给你加一点嘛，200。200也不行。你的料子你自己看嘛，种不够细腻对吧？肉质也不够老，然后你这皮革也挺厚的，没啥色。500吧，好不好？1200一下给我开500。说实话，你这个太小了。你看我拿回去做个牌子都很紧凑，是不是？省200块太低了，我都不考虑。250啦，再给你加50啦。250，你第一次就骂我了，我怎么敢？没有啦，那你再低一点吧，多少钱？250。嗯，不行，我不喜欢4这个数字。这样吧，300，一口也好，又不是第一次来，下次还来帮衬。对呀，真的是来给你转账啊，300。和大哥沟通后是做了一块山水牌，有山的宏伟，也有水的灵动。山水牌也有着旺丁旺财的含义。料子已经起好货啦，300拿回来料子，我们今天图个好意头，388送给这位大哥。现在就可以近距离欣赏一下吧。喜欢的大哥记得点面来点个关注，点个赞吧。